一个人讲要拜托我写，稻穗愈饱满，啊头爱担愈低。我来讲好，啊要哪写？我来讲写写写。写完了，我传落去讲，哇，写甲足水个，讲这是形式的水，啊，应该阁有一个阁较趣味的水。伊讲无啦吧，哎，足赞啦。过三天，我问讲你到底要写啥啦？伊讲我要写谦虚。哦，好啦，啊，谦虚你嘛较早讲个，谦虚个谦吼，原来造字个，迄个原理就是讲，好，有两把稻穗，即支是手，手杀着，倒手摕一支镰刀啊，啊去割稻啊，吼，啊因为伊要稻穗啦愈饱满，所以我才用足济颜料，安尼头就会淡愈低，所以我就画愈低。所以我自己就会使解决遐个物件，所以我用字意变作伫字形顶头，字意伫字形顶头，啊，然后字音会当处理，我嘛会伫字形顶头。啊，因为画图啥物事是一个视觉艺术，所以要将字意甲字音表现伫字形顶头，迄就是我伫做个代志。当然，字形嘛有伊个本身个艺术伫遐，嘿好啊，所以即就是。哎，他都阿滴讲诶，好爱你政治人物为政不再多言，所以眼瞎笑，所以这就是这个谦会使代表迄十一个稻穗那八满头爱淡如鸡安尼嘿 ，OK， 好啊，这就是第一张，这第二张，第三张发现讲，无一定够，无一定感觉够稻穴啊，所以就稻穴伫处理这个代志。结果做一朋友嘛讲，啊，你无稻穴嘛真赞，我讲啊，这无法度，反正就是做过就做过啊，嘿，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进两三就是咱代志。稻穗愈饱满，头爱担愈低，所以咱来书法馆吼、哦，有一个翕相的手势，就是稻穗啦饱满，啊，头爱担愈低，啊，看你的手会使偌柔嫩担愈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翕相的时拢爱用这个手势。